林口只有四千多人的做定区，中正健康促进协进会结合着基尾亚中心，选择伫遮来设置着设置古店，希望找出着当地有设置状况的长辈，透过着古店的课程安排，延缓着因设置的速度。他们的记忆力退化，可能看到水杯，他会讲哎，得注意，得注意，对。可是他讲不出水杯，背包也讲，他会讲得物件，得物件，那个。他讲不出卡棒，讲不出袋子、背包。那当我们发现长辈的时候，在关怀据点已经有出现这些命名不出来，那我们就会开始考虑是不是让这长辈到失智症据点去接受更专业的服务，去延缓他的认知的退化。还没经过这个实地的这个确诊的时阵，伊会甲这个患者介绍来阮基尾病院，由阮这内科神经内科的医生来帮忙做这个诊断，好确定因有这种诶。镜头啊，阮像这种的长辈，阮就会介绍，比如讲，伊是住伫左镇的这个朋友，阮就会介绍去咱这个左镇的这个古店来接受因的照顾。这个名为同心合意小学堂的设置古店，每天安排不同款的课程，除了有在地特色之外，佫特别将自然家族的文化来加纳入。接地气的课程，和社区参与长辈给了真侪参与感。然后当他讲的时候，你知道他也是。跟我刚刚讲，他眼神是发亮的，然后你们都不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就讲给你们听，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哇，就是你知道，它是一种角色的改变。比如说，他来这里本来是来学习的，就是需要我们照顾他的，可是他来这里变成一个口述文化的，可以分享，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而且是老师，对他整个就是。自信心啊，或者是整个就是被尊荣的感觉。你接下来的晚期在做担心直播到底来听讲，礼拜四暗时七点半的蓝天电视台第四频道来播出。这礼拜邀请到同心合意小学堂的开办单位甲基尾医疗中心的几家服务中心，作为分享到设置古店开办的酸甜苦涩，欢迎乡亲按时收看。